你退休了，要么我们阿卡罗生下来吃这些吃什么比较好？以前开野吃这边的嘛，这样的，阿卡罗一吃这冻品的，阿卡罗一吃这别手机，这新区产业大一点，想让俺你俺钱要钱买过来，新区产业大一点，想让你别的去了没去过，我们俩，新区产业大一点，你那家就挣几多，给你下把挣几钱，一样那家都挣几多，没人教我的，要么就不挣给你。甚至像俺那边人不咯，也就这边他在这用个给我听听差不多，但用个他妈的不得差不多了吧？他都用个运用个什么都干的。这点俺那个技术嘛啥好的，用个给我听听差不多，这技术嘛就是多接不管你那搭不噻，俺那车轮车轮给没把过敏，俺那过敏了哒，车轮车轮那个没把，你那搭不噻，这里技术都是弄个准备的，这都不噻，就准备都不着样的。原来拖一年的薪水是这样，人家得六百，啊你六七的，拖一年的薪水是，第十年没的话，二十秒让你六七差不多五百的，但是这下车时候吧，他们那些学生多，但是那到嘛，时间点都比较那个，这时间点他其实比较少，但你啊，都比较个，那等这些都到他们那些人，那些都看还是不交的，别讲时间点多啊，那这可啥不呢？哪里那些？